就哇，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啊！哎呦妈呀，我还以为很多呢。我也以为是。我们买了这个 Quick Blue 的粉，专门用来漂的，还有 Developer 这两个要混在一起，就专门用来漂白的。像这个 coconut oil 就椰子油，可买可不买。他说你可以也可以用发膜，就是将来就是保护头发。那现在漂白的话，就用这个粉对上这个 developer。颜色用的是这个，他写的是 hair toner。这个是 T14 漂出来就是有点偏白的，本来我们想买另外一个颜色，但他说因为亚洲人的头发很容易就是漂完之后会变橘，所以这个 T14 漂出来就是比较偏白，还蛮好看的。刚多少粉呢？三盎司的粉。他说你可以一比一也可以一比二这样子，反正上面都有写配比哈。 Hair toner 打开来就是这样子一瓶东西。我们买那个的时候还同时买了这个器皿，因为那个女的有问说家里有没有这种塑料的，只能用塑料，她说不能用任何陶瓷的。然后还买了一把这个刷子。一茶直播一下。 OK， 全部调完就是这样子的。我妈不知道我要染白色，让我妈刚刚说，哎，你这个颜色染了好，下次给我买一点，我也染染。好好笑啊！她要是知道我要染白色，她才不要嘞，是吧，老黄？我妈待会儿看到我白发，我妈会什么反应啊？妈妈，我这颜色侬绝对不会像你啊！啊，我不要。你晓得为啥吗？你不认识吧？哎呀，你哪能晓得啊？你刚穷，伊讲穷叫了，我想，哎呀，不来塞，我叫侬上班弄侬。我上铺有那母鸡操心。弟弟，帽子。哦，对，真的是白眉大侠。大家可以戴个浴帽，那。我没有找到羽毛，我拿了个让老黄拿保鲜膜包。好了，好了。哇，你看现在多有夫妻相。他什么你都认了。我光头就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假的光德吗？够假子！哎呦，这个也是光头！哎呦，笑死了！弟弟，那妈妈光的。哎，我想母鸡看到我，把吓到条母鸡。我真的很久看到要吓你很久。哇！这边头顶都是黄的呀，我洗完了，我的天哪，就是这种橘橘黄黄的，然后有一些位置是黑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吹干然后再去漂一次。吹完哇，黄发。四安十分，六安十哪一个，那个 developer、嗯、第二次那个就是脖子最后发根的这个位置好痛，就是比刚刚那个刺痛更疼，但是我发现每次都是那个位置疼，上面那个位置可能因为有头发就不疼哈。妈妈，嗯，我没开门。我头发好看吧？蛮好看。上来，快上来。蛮好看。我头发没弄好嘞。也去。侬难看，我头发没弄好。侬看呀，哎，老好看呀！那俩人做啥啦？这是我妹妹。我。我搿头发好看伐？勿好看，我搿只头发好看。我头发好看伐？
不好看啊，好看。这次是50分钟嘛，刚刚是30分钟，现在50分钟。他说 maximum 就最多50分钟，然后我们现在去洗掉了。就这个整的是黄的，可是根部是白的。哦，根部是白的了。我们昨天漂了两次，今天现在临时决定漂第三次，因为它现在有点发黄嘛。你看里面头顶心这个位置是已经是白的了，但这边还是黄的，再漂一次就够了。嗯，哦，来了，好了好了，嗯，现在染完这样，这边还是有一条条就像人家调染一样黄一点的，里面这边都白了。刚重新买了两罐 T18， 因为我们昨天买 T14 觉得那个颜色有点偏灰，18是有点偏 silver， 就是上面写的就是偏银灰，所以买了两罐 T18， 怕一罐不够。然后这是昨天买的，其实它还有大罐的，刚刚买了一盒大罐的，还买了那个 purple shampoo， 到时候拍照给你们，就是专门的那个洗发水。现在加 T18，就是把这个 toner， 他们叫 toner， 就这个染发剂跟这个 developer 混在一起，然后比例就是，哎呦妈呀，好呛啊！比例就是1:2。哎呦妈呀，这个味道！这个就是我刚买的，他们叫什么 purple shampoo， 就是专门给染发这个头发洗的。这个就是洗发水，大罐的，这小罐的护发素，这有点扁。可能是空气的关系吧。对，昨天我们还在说这挺便宜，这才9块钱，9块还是9.99一盒。这怎么是紫色的呀？氧化。后面枕头都是紫的吗？哦，嗯，哦，说明书上说不用包是吧？不用包，要多久啊？30分钟就可以洗掉了。哦，然后这一次可以用。我全洗完了，所以灯光下你看这边还是蛮白的，这边可能没有前面那么白，但总体上这个效果我觉得还蛮满意的。头顶这边全都是白的，后面也是，但是真的很容易打结，我洗的时候就打结了，然后用了好几遍护发素。你看，就算我刚刚有疏通，然后我吹了一下，你看手一碰它还是打结的。我去给你们看，它那个护发素跟洗发水它都是紫色的，挤一点出来给你们看，就这个紫色的。然后它遇水呢搓出来泡沫，它很浓缩，所以一点点就够了。它搓出来泡沫也是这样子颜色的，这样子。OK 吗？什么表情？我觉得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就有点干。老洪说没事的话用用发膜啊、发油什么的，就让它不要那么感觉太粗糙的感觉。嗯，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边啦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